喝口红酒，智利来的。嚯，我也是刚看到，你这么快知道？你不记得我的作用是留意这个市场的一举一动吗？你是留意我的一举一动吧？喂，你知道，陈先生也知道。喂，真好喝。他怎么会不知道莫耀强在做什么？我们全部都一清二楚。就是莫耀强身边也有你们的人了。陈先生想怎么样？我不知道，他没有下命令。他这个人呢，很讲信用。他说过货不是从泰国进就行。但是呢，他这个人很记仇，心里一定很不舒服。他说过君子报仇十年未晚。这一刻没事，不代表之后没事。是君子还是伪君子啊？喂，我还真没见过君子贩毒，贩毒到全香港社团都跟他拿货，还被他抽佣。有些事定下来，不是说变就能变的。不能变，就是不用想了，走了。